这里是纽约中国城法拉盛，今天又到了该采购的日子。朋友介绍了一家华人开的食品批发店，我今天就去那里看看，顺便买一些吃的。一进门就看到门口摆着一些调味品，这里有孜然、辣椒面、五香粉等。喜欢经常吃烧烤的朋友，可以考虑来这里买这些大包装的。这个区域基本上都是调味品。这是午餐肉，有好几个品牌呢。这是花生、榨菜。这是大包装的米，还有面粉。
还有饮料。这是冷库，里面有蔬菜、肉类、海鲜等。如果需要什么，店员就进去拿。总的来说，这家批发店在中国城算是规模不小的了。不知道大家看了后感觉如何？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。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如果您喜欢，请订阅。谢谢朋友们的观赏。